张贼。 子欣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们送下午茶。小杨，给大家拿过去吧。谢谢周哥，谢谢老板娘。我看送下午茶是假，来试茶是真的吧？子欣，下次别再这么大老远送东西过来了，我怕你累着。 你是怕我累着，还是怕我来公司啊？子欣，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怀疑周平出轨了。那个人是……什么？你怀疑老周出轨小杨？你没听见吗？他叫周平，周哥。 是不是有点太亲密了，曼曼？叫周哥就算亲密了，那我还天天和老周粘在一起呢。我逗你的，曼曼，我说认真的，你能不能也认真点，别打岔。我很认真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吗？怀疑你干什么？你可是我的好闺蜜，跟他们又不一样。曼曼，你觉得周平？ 会出轨吗？有可能。我原来就跟你说过，你们现在老夫老妻的早就没有激情了，而男人呢，都是喜新厌旧的，所以啊，爱情还是需要点情趣的。老公，下班来这里。 不见不散。给你买的花。谢谢，亲爱的。难道？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我吗？